在本期视频中，因为煞神忘了 command 喂下一句是什么 command 喂，于是被关在了铁笼子里面，并且还被岩浆烫的灼灼。而我作为煞神的好兄弟，决定拯救煞神。要想拯救煞神，我们必须要穿过紧张又刺激的基岩解谜，非常危险的水下囚笼，困难的基岩大裂谷，最后才能拯救煞神。我能否利用手上稀缺的资源成功闯关，并且成功解救煞神呢？感觉主播能够挑战成功的打个一，感觉主播挑战不成功的发屏幕上那个表情包。死鬼！哈哈海来喽，兄弟们呐、啊，煞神居然不知道 command 喂下一句是什么，你们有知道的吗？知道的教一下煞神。OK 啊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咱们直接开始闯关。第一关极限基岩跳。哎呦我去，这个地方恐怕有六格远吧，我去，这怎么可能跳得过去呀？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作者给我们提供的物资。话说靠这么一点点物资，咱们能够通关吗？我的天！哎呦我去，不管了，给我点个赞，咱们全部带走。哎呦我去，这个地方居然还有一个按钮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就靠我们手上这么一点点物资，咱们能够通过后面所有的关卡吗？其实第一关也非常的简单，咱们只需要放上两个火把门，然后直接跳过去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个关卡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？可以看见了，这个第二关是没有给我们任何资源的，所以说、啊、咱们第一个关卡能不能只用一个火把门就通关了？话不多说，咱们来试一下吧。首先在第二格的高度放上一个火把门，接着在下面放上一个花盆，然后我跳。鬼等一下，兄弟们，有办法了，咱们跳上去之后再放火把门，这样的话咱们过来之后呢就能把这个火把门给挖掉了，这个样子咱们不就节约了一个火把门吗？所以你们还得等什么？你们的666美女表情包这个时候可以发出来了呀。 OK 呀、啊，咱们直接开始第二关。这个关卡呢外面是没有任何的箱子的，关卡的名字叫做海底逃生，并且让我们仔细的寻找通关地点。这是一个全是海水的房间，进来之后呢就再也出不去了，并且我们的氧气还在不停的掉，我们必须要在氧气掉完之前找到出口，或者找到补充氧气的方法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能不能挖出去。哎呦我去，下面居然是基岩，兄弟们不行了，咱们掉血了。你们感觉 ABCDEF 哪个能够让我快速回血呢？快发出来看一看吧。什么？你们让我选择 A 水桶？咱们来试一下吧。哎呦我去，兄弟们好像可以耶。那么现在既然氧气的问题解决了，咱们再寻找一下出口吧。哦，和学们找到了，这边呢有一个命令方块，但是咱们现在在水里面，这个按钮好像放不上去呀。不过呢问题不大，我们只需要把之前的那个火把门放上去，然后呢放上按钮直接过关。第三关穿越大峡谷。哎呦我去，这个距离也太远了吧，并且前面还有岩浆，所以这要怎么过去呢？这一关呢作者给我们给了一个箱子，箱子里面又放了一个箱子。等一下兄弟们，我懂了，咱们现在呢有两个箱子就够了呀，我们只需要放箱子，然后爆箱子，再放，再爆，放爆，放爆，放放爆，一段时间以后呢咱们不就过来了吗？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岩浆要怎么过去呢？哎，黑兄弟们有了，咱们可以用这个水桶把这个岩浆舀到旁边去。最后呢，再把箱子抱过来，然后放在脚下，咱们直接跳过去。怎么？鬼！哎，兄弟们没关系啊，咱们正好嘎了，在这个房间里面呢舀一桶水，咱们去把这个岩浆浇灭不就可以了吗？这个关卡简简单。怎么办？箱子还在对面，好尴尬。兄弟们啊，这一关好像咱们可能过不去了呀。玩街撒花。好吧，兄弟们开个玩笑，给我点个赞，咱们继续闯关。相信这个作者应该不会那么傻缺。接着呢咱们看一下这个火把有没有可能是火把拉杆，毕竟这个作者老喜欢搞这些阴间操作。哎，海水们过来了，果然哈。接着呢咱们只需要把水给浇上去，最后放上箱子，咱们直接跳过去。煞神好兄弟呀、啊，我来救你了。首先把他脚下的岩浆给舀出来，最后把这个栅栏给他打开。小哥哥你好啊。